天后张惠妹是巡高雄站四日，她演唱身后时，大荧幕出现第一排座位上放了一张照片跟粉色荧光棒。不过阿妹问到的时候，隔壁座位歌迷不知道状况，结果比了个叉。妹姐则开玩笑回应，没关系，可能太嗨了，先离开。演唱会结束，大家在网上讨论这件事，才发现买票的人带着已经离开十年的好友来看演唱会，在进场时开了直播，并写下：“亲爱的，我知道你超爱阿妹，即使你已经走了十年，我还是一样带你来看阿妹演唱会，还让你坐第一排海景。”让得知真相的网友都非常感动，直呼真的好想哭。不过也有人说，但闹了笑话，没人出面解释，结果让阿妹感性变搞笑，是不是该给阿妹一个交代？希望能让阿妹知道才是。我等一下会再回来坐这，好，先让他坐，因为我朋友走了，我帮他买一个位置，谢谢，可以先。哦，今天的位置也还不错。谢谢，感谢。